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嗨，五一都过去了，你疫情期间下单的螺蛳粉发货了吗？作为一个螺蛳粉爱好者，今天的恐怖故事是，我把螺蛳粉端进了办公室里。大鱼，大鱼，又说吃螺蛳粉。我不禁好奇，这碗臭到让我被赶出办公室的螺蛳粉是怎么火起来的呢？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